Boys， 中国内地少年偶像组合，出道时平均年龄仅有13岁，是中国年龄最小的偶像团体。他们成名于互联网，两年内又以极快的速度在传统媒体中蹿红，在当下的娱乐圈里已成为梦想和榜样的代名词。就是他们感觉不流水线，他们就很敢做自己啊，该热血的时候就热血，想做就去做。他们或许现在还不是特别的成熟，但是他们呈现的就是他们对于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梦想的那种不断的执着的那种追寻，会让粉丝感受到的是一种很强大的正能量。梦想一定要有万一实现了呢？所以我觉得在看到他们努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应该为我的梦想去做一点点努力。这里我们可能会加一段视频，这段视频是粉丝的视频。2015年8月，北京万事达体育中心即将迎来 TFBOYS 2周年粉丝见面会。这是 TFBOYS 正式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这个多少99.99吗？以后我给我们所有买的99.99。那有吃的吗？令孩子们最开心的是，这次演出他们享受到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化妆间。其他两个人都拍戏了，天使会不会考虑演戏？会啊，已经接了戏了。期待演戏吗？期待。我是建议不要说这种话，但是你不要说就算了。在上台之前，三个男孩需要对媒体和粉丝可能提出的问题进行充分的准备，他们对如何当明星还不太熟练。渐渐进入青春期，你们会有叛逆的想法吗？会做一些叛逆的事情吗？有，上次有人说我考不好，然后我就考了世界第一名。你要这么说是可以的，把实话说清楚，事情说语说多点了，不要就是像我问你们这样牙膏似的几点来点，好吧好吧。这将是 TFBOYS 出道2年来规模最大的舞台演出。在网络售票平台上，演出的门票刚出票30秒就被抢空，10000人的场地将座无虚席。我的梦想，我觉得就希望可以开一场特别特别特别大的演唱会，就是那真的是没什么遗憾。试一下那个吧，带起来试一下，带起来试，带起来试。2周年见面会就是要全新的给大家唱歌啊、跳舞啊，然后各方面都要让大家看到我们有一个质的飞跃，表达自己一种态度吧。就自己想让他们看到我成长了，想让他们就是知道我很努力、很努力在进步。在舞台和荧幕上，公众看到的只是一个快速蹿红的偶像组合，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在走红之前，三个孩子都经历了不太寻常的成长过程。你的钥匙要起来，你的钥匙起来，我要洗澡，锁，钥，锁，钥。2009年，重庆出现了一家特别的艺人经纪公司，他们在当地的小学招来一批资质不错的孩子，跟着专业老师学习歌舞表演等技能。公司试图效仿日本和韩国艺人事务所的做法，打造一个中国本土的少年偶像组合。就在大多数当地人都还没听说过少年偶像的时候，王俊凯意外地走进了星探的视线。他就把我叫住，就让我拍一张照吧。然后我就拍了照，叫我留电话号码，当时还留了一个假电话号码，因为我怕他是骗子。后来过了几天之后，他又跑到学校来，那个班主任就把我爸的电话给他了，然后爸爸就说让我去试一下。被星探带进公司后，王俊凯试训了一段时间，很快就迎来了第一次才艺考核。他当时是组织的一个冬令营，上了一个
《清明雨上》那首歌，我也没有什么概念，当时我也不知道那是个选拔，就随便上去唱了那首，而且唱的时候还特别紧张。虽然如此，王俊凯还是通过了这次考核，开始接受正式的艺人培训。那一年他只有11岁。大家好，我是王源，今天呢在这里唱歌是声乐老师叫我锻炼胆量，希望大家能喜欢。一年后和王俊凯一样，王源也被星探选中。当时老板来看一下说，这个小孩长得不错，可以，就 OK 了，面试就成功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就 OK 了 ，OK 了。没有特别想要当明星什么的，就觉得是学习很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去唱歌，还是挺有意思的，没有其他想法。在这家经纪公司中，有很多像王俊凯和王源这样的孩子，他们平时在学校上课，周末来这里接受歌舞表演等训练，统一被称为练习生。在长达2-3年的时间里，练习生的训练强度很大，考核的淘汰率也很高，最后能出道成为明星的只有寥寥几人。当时我还不知道当明星很苦，然后来经过训练才知道很苦，先苦后甜嘛，所以就是先苦一把，然后后面就比较甜了。就在我们拍摄孩子们上声乐课的时候，王俊凯突然觉得一阵眩晕，坐在了窗台上。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孩子的低血糖可能又犯了。监不监测下来吗？可是昨天非常遥远。在中国，练习生制度作为一种明星制造模式发展并不成熟，也有不少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在公司接受训练的孩子们逐渐发现，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游戏。因为我进之前就会有第一批的练习生嘛，我一开始是跟他们一起训练的，陆陆续续就离开完了，就剩我一个人了。十几个孩子吧，就留下来一个，就是我。训练了那么久，就不想去放弃。差不多有一两个月，我都不知道是干嘛的，反正就是他们训练，我也跟着训练。周围的人退出了，我就完全没有任何的思考，就觉得是麻木的，他们走了就走了，然后慢慢的自己就适应这种生活，然后就有规律了。大家好，我叫易烊千玺，今年12岁，来自湖南怀化。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拉丁变脸蒙古舞街舞。和王俊凯、王源不同的是，易烊千玺自小就参加了许多兴趣特长班，并活跃于各种选秀节目。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家长望子成龙心切，都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去锻炼孩子。大大小小的电视选秀也出现了很多专门为孩子设计的舞台。那会儿个子也很小，然后一个人站在上面，就是说话都不敢说，上去跳，跳完就下来。那个易烊，我问你个事儿啊，那个你会那么多东西，你自己最喜欢做什么呀？舞蹈。就刚才这样跳舞是吧？对。那你为什么要学魔术啊、书法呀、什么的，学那么多东西？我爸我妈就说让我跟别人与众不同。做全才很辛苦的，你13岁以后的这个好多生活要这么学下去太累了。我建议，不是建议你，建议你的家长，我估计应该今天也在，可以是减掉你几个爱好，我觉得你做你最喜欢的事情最好，你说呢？好吧。你觉得学习很多东西，然后没什么时间去玩，你也觉得很开心是吗？没有，不是很开心，就是习惯了。自5岁起，易烊千玺就是电视台的常客，除了选秀，他还陆续参加过综艺节目、电视剧、音乐录像和电视广告的演出。我长大以后就想当一个艺术家。大家好，我是王俊凯，今年12岁，我给大家带来一首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想跟你讲一下啊，因为你现在12岁，而且你长得挺帅的，你要展现出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应该有的这种天真活泼，还有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气势。知道世界和二为一人。为了增加舞台经验，王俊凯在当练习生的同时也参加了一些选秀节目。我一直说一个小屁孩参加节目干嘛呀，但我觉得你总不能剥夺做梦的一个权利。我觉得我不行是因为自己太多了不足了，想把这些不足给补齐了之后再说。习惯了练习生的生活后，原本只是过来打发时间的王源也萌生了要当明星的念头。我因为现在在学钢琴嘛，然后也想过以后会自己原创一些歌出来唱，就像我的偶像周杰伦一样。为什么喜欢周杰伦呢？第一就是因为周杰伦和我一样帅，第二就是因为周杰伦会弹钢琴，然后也唱歌唱得也很好。我每天都特别累，身体上的身心上当然就特别累，然后你如果放弃的话就完全没有不可能放弃的，就是你知道未来会越走越好就肯定要坚持了。这是 TFBOYS 第一次登上高规格的演唱会舞台。三个孩子虽然很小就在娱乐圈的边缘游走，但是从这个行业的外围到真正走上万众瞩目的舞台，他们各自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日子。小时候参加的选秀比赛其实都不太喜欢，不太喜欢站在就是台上，然后一直很紧张憋着一口气跳舞的感觉，就喜欢在练习室里面然后自己一个人跳。童年记忆中，易烊千玺绝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是在舞蹈工作室中度过的，而他也逐渐在繁重的补习班课程中找到了内心的方向。各种补习班我是最偏向舞蹈这方面，到上舞蹈课的那段时间我会特别高兴，因为我一直坚持下来嘛，也希望能看到有人就是看到我的特点就是跳舞。易烊千玺所在的舞蹈工作室会将学员和老师的训练录成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我印象里面第一个放上去的作品就是我和我一个老师一起，然后放上去之后好像出现在了什么每周热榜里面，我也记不太清了，然后就一直被挂在第一个，高兴。那会儿能受到一点关注也是很高兴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们成名的舞台已不再限于传统的电视节目，在网络的世界里，许多普通人也能凭借一技之长吸引大量粉丝的关注，他们被称为网络红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像王俊凯和王源这样的训练生也没有正式演出的机会，他们所在的经纪公司只是在网络上频频发布这些孩子训练和生活的视频，试图将他们打造成网络红人。我是被你囚禁的鸟。由于还只是练习生，当时的王俊凯并没有原创作品，他的重要功课就是翻唱流行歌曲。声乐老师建议，然后我们就去翻唱，然后公司就会去
把这样一个过程给录下来，然后发到网上去讲。这首《囚鸟》在网络上发布仅几分钟，就获得了极高的点击量，并得到许多微博大号的转发和好评，成为众多网友认识王俊凯的开端。很快，王源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在网络上积累了自己的粉丝。当时也就很简单的一台机器，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小摄像机，然后就给你录了，然后发到网上去。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反响，但是后来就是那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突然被很多人看见之后就特别兴奋，你知道吗？在众多的练习生中，人气最高的王俊凯和王源被组成一个临时组合，他们一起翻唱的歌曲在网络上再次溅起水花。我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有看过凯源的夏秋那个视频，其实是伴随着一个了解的过程吧。他们有一种让人觉得很认真然后很赤子之心的那种赤诚。当时觉得很傻，就是自己傻乎乎的会这样摇头晃脑的唱，但是当时的话确实是有很多人很喜欢我们。后来这首歌的原唱歌手范玮琪在自己的微博上转发了他们的翻唱视频并送上鼓励，很快王俊凯和王源的微博粉丝人数就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后他们也开始拍摄一些简单的 MV， 其中因一个特殊原因所拍摄的洋葱让这个临时组合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了网络世界的焦点。深情演唱杨宗纬的洋葱，他是大陆14岁童星王俊凯，唱得如此深情是因为要帮自己乐团的鼓手找寻妈妈，也被台湾的五月天阿信看到，转载在脸书上跟粉丝分享，一发文也立刻引发10万名粉丝响应。当时还是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然后周围的同学啊老师然后各种认识你的人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发现自己在网上有一定小小的影响力之后就觉得挺诧异。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不太清楚。那你们俩怎么投入进去的？就是一个字，就是装，就是看见那些原唱那些视频怎么唱的我就怎么装，就一点也不懂，然后就装像，就装装得很像很懂那种，其实一点也不懂，就只知道这首歌是用要用一种悲伤的情绪，然后用就是很悲痛的感觉，然后就像就是把自己六年级和同学分离的那种感情拿出来，就是原来在两个小帅哥的眼里，当爱已成往事的回忆就是和同学分离差不多的感觉。觉得你呢到底谁比较帅吗？我觉得我帅，然后就是我全身都比他帅，然后我觉得我就是又可爱又帅。那他呢？他就只有帅没有我可爱。可惜不是你陪我到。然而无论是一个没有原创作品的临时组合，还是一个单打独斗的街舞少年，都很难在演艺圈拥有长久的生命力。网络红人红起来很快，在互联网上销声匿迹也会很快。音乐前奏响起来以后，就直接慢慢扎三四升起来，升起来完以后自己去唱。我今天晚上会走这首歌，你可能自己感觉一下，稍微有些耍帅的一些动作。第一首歌是《千玺》，这个声音。离2周年粉丝见面会不到一周时间，流程中的每个细节都需要反复修改。记着啊，你可能就小点点头，坏坏的，嗯，哐，对，完慢慢下来，嘿，就那种感觉还不错，就是那种感觉。2013年，在一次选秀节目中，王俊凯和王源所在的经纪公司留意到了舞蹈达人易烊千玺。
千玺呢是选秀的时候碰见他的，就也是那种小孩啊，就留着个中分那种头发。我当时觉得他肯定比我小，就还真的比我小。对，我们先根据你们演，我们先对此我先看一下哈，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来。来音乐来。小小的年纪还没有成熟。很快，易烊千玺就走进了王俊凯和王源的训练与生活。各自擅长唱歌和舞蹈的三人组合在一起，演艺实力大大提升。第一次是见王俊凯，然后他一个人在沙发上弹吉他，工作人员说打个招呼吧，然后小孩就特别冷这种，然后也不熟。后来见到王源，王源在拍一个东西，然后全身穿的是青蛙装，然后腮红那会儿打得也特别红。2013年暑假在重庆和他们集训了两个月，慢慢就熟起来了。三个人一起学歌练舞啊，一起玩游戏啊，就觉得什么都是三个人，这样状态很好。因为三个人组合的好处就是在可以那个取长补短嘛，然后我可以向他们学习其他，他们可以向我学习一些东西。2013年8月，王俊凯、王源、易烊千玺正式组成了 TFBOYS 少年偶像组合。和以往明星出道不同的是，他们既没有正式的发布会，也没有在主流媒体上进行宣传，只是在网上投放了一支制作简单的组合形象片，向以往的粉丝宣告他们的出道。如果真言被日食之后，你希望自己变成怎样的人？如果真言被日食之前，我想，如果我从8岁开始坚持一件事情，那么到了18岁，我是不是会有了10年的坚持？18岁到28岁，18岁到18岁，同样是10年。即使10年后我们没办法成功。组合出道后，三个孩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但他们的 MV 单曲制作简单，主要是在互联网平台上投放。第一场第8次，伴随着这些音乐作品在网络上传播的，还有 TFBOYS 小时候当练习生参加选秀节目的视频资料。三个小男孩虽然演艺水平有限，也没有精致的形象包装，但他们漂亮的外形、草根出身的奋斗经历、稳步提高的歌舞技能，让越来越多的网友因为了解他们的成长故事而喜欢上这个组合。第一次感受到很多人喜欢我们是在重庆的第一次见面会。当你活生生看到下面商场里3层外3层全是人的时候，你就完全已经震惊了。好多人他这样关注我们，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啊，心里就是咚咚咚咚，就是一直在跳，然后下面都是一片啊，都是那些声音，特别吓到，梦一场的感觉。发型啊，就这些，一定要保持好。因为之前一直没有这种机会跟粉丝近距离接触嘛，一愣神就感觉这场一定不能失误，一定要好好表演。我就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支持我们？和现在相比 ，TFBOYS 最初的粉丝群还算不上庞大，但这些追随者都是年轻的互联网用户，他们对三个男孩的作品给予了最大程度的支持。很快 ，T
TFBOYS 的歌曲就在各种网络音乐平台上获得极高的点击率和下载量，并且长期占据着音乐排行榜的榜首位置。他们的作品热度屡屡超越内地和韩国的大牌明星，一度成为网络热点事件。很快他们就收到了某网站音乐颁奖礼的邀请。当我们还没有搞不懂九零后的时候，那一晚他们三度登台领奖。最热情的粉丝们，如果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 TFBOYS， 但我们还是会一直会努力下去的，谢谢大家。在这场颁奖礼上， TFBOYS 首次引起了主流媒体的关注。这个从互联网走出来的少年组合踏上了他们的大众偶像之路。因为在他们身上的话，你看到的青春是很完整的，他们怎么付出努力，他们怎么承受压力，这些压力这些辛苦你也曾品尝过，而且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是那种特别积极向上的一种力量。可能是因为他现在是在成长吧，长大了，就在我不经意之间他就突然一下长大了，就是这样一个很奇妙的过程是非常吸引人的。他这一步一步变好，我给他的支持能够去鼓励他，激励他更努力的去完成他自己的梦想，然后他确实也在我面前表现得一点一步越来越好，那我觉得我是有成就感的，我为他骄傲也为自己骄傲，是这样。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他让我回忆的是我在十几岁的时候不断的有那种积极向上的状态，觉得每一天都充满了动力，觉得未来的自己会更好。你想做什么事情就去做啊，然后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嘛，就是人生就是这个样子。应该知道明星其实也是人，他会需要很多的努力，很多的提升。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想去做什么，我们可以自己坚持下去。